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玩公经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哦，我们要强调国立两个字，不强调国立两个字的话，会跟对岸的中山大学混在一起啊，同学说很容易搞混，所以还是得说一下，我们是在台湾的中山大学。好，那我们接下去这一讲呢，要继续来谈需求函数跟需求弹性。哦，我们要继续再谈需求函数。哦，那我们在前几讲呢，已经有谈到了，哦，我们在这个前面两讲的时候呢，有讲到哦，为什么会有需求法则？为什么就个人的角度来说呢，你会看到这个负斜率的需求线？我们有说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边际效用递减，因为边际效用递减的关系呢，个人为了追求效用最大，所以当价格下跌的时候呢，哦，他会想要买多一点东西哦。当价格上升的时候呢，他对这个商品的需求量呢会减少。那另外一个理由呢，我们之前也讲到是跟这个替代效果加上所得效果有关系，跟替代效果加上所得效果有关系。所以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个人的选择的行为，个人行为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负斜率的这个需求线。那就整体市场来说呢，因为每个个人呢都有这个价格上涨的时候呢购买意愿下跌的这个现象，所以就整个市场来说呢，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需求线。我们来这边来说哦，第一个，每个人的边际效用都是递减的。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叫做边际效用递减率哦，是 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哦，是法则般的存在，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哦，都看得到哦。所以我也跟大家说了哦，有时候男女交往的时候呢，如果今天女朋友跟你说，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一阵子比较好哦。这个不是你们的错，也不是他的错，这个叫做边际效用递减，因为太常腻在一起了哦，所以这个每天相处呢，哦，所增加的额外的这个效用呢，会越来越降低了哦，会越来越降低哦。比方对你来说，你也是啊，每天哦都在见面的话，你就会想说到第六天、第七天，你就会想说，我好想回去跟同学一起成战哦，跟人家哦打网络游戏了哈，跟人家一起去为了部落了哈。啊，可是呢，如果每个月呢，哦，每个礼拜呢都没见到一次面，哦，你就好想好想女朋友啊。这为什么？这个边际效用递减，然后边际效用递减，然后啊，这个是法则般的存在，因为每个人边际效用都是递减的，哦，所以我们刚刚有说到哦，每个人边际效用递减，所以每个人为了追求效用极大化，我们会看到负斜率的需求线。那第二个呢，不同的人呢，哦，边际效用也不一样哦，边际效用也不一样。有些人呢，哦，比像如果我们以高铁的高雄台北的这个车票来说，哦，有的人呢，他一个月就是一定要去台北一趟，哦啊，非常非常重要，哦，非常重要哦。比像女朋友在台北嘛，每个月一定要去一次啊，不可能不见女朋友啊，哦，这个很重要，要强调哦。啊，这样的话呢，他的边际效用呢，哦，他每个月呢，哦，买一张，买第一张，哦，买第一张，第一张车票呢，去台北呢，这一次呢，所增加的效用就会非常非常的高。啊，可是有的人呢，哦，会比较低嘛，比方没有女朋友在台北啊，你不需要跑这一趟啊，哦，不需要跑这一趟啊。然后我们也知道呢，不同的人，哦，比方我今天有100个人，总是找到一两个，哦，比方高雄到台北，它的边际效用可能不只是去买一张票的边际效用，买一张票的第一张票的这个第一个。第一张票的给他增加的额外的这个效用呢，可能不止一万，可能是十万、二十万、一百个人，总是可以找到一个，那他一定会要去。那随着价格的下降，哦，会愿意花这笔钱去台北的人，当然也会越来越多嘛，对不对？比方说，你说一百个人里面，哦，买一张高铁票，边际效用值十万的人，可能只有一个，可是呢，值一万的，或是值五千的，一定会比这一个人。一定会比这个一这个数目还要高嘛，对不对？一定会比一这个数目还要高啊。所以呢，不同的人呢，边际效用不一样。结果是说，当价格下低的时候，哎，其实你也看到会买这个服务的、买这个东西的人也会变多。所以我们看到，因为每个人边际效用都是递减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价格高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市场全体大概也是这个样子。那因为不同的人的边际效用也不一样，你可以看到说，一百个人里面呢，总是可以挑到一两个哈，他一个月一定要去台北。一次的人，那个边际效用，这张边际效用，这张票带给他的边际效用呢，非常非常高哦啊！可是呢，也就只有那一两个啊。当价格下低的降低的时候呢，哎，慢慢的就会开始有人会觉得，哎，这一张票呢，他对他来说够值得哦，够值得他花这个钱去台北哦。所以当价格下低的时候呢，市场全体的需求量就会
增长、哦、就会增长、哦、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我刚刚讲那个东西可能不是很清楚，我们用个图形来讲、哦、就更清楚。比方这边有甲乙丙三个人啊，甲乙丙三个人呢往返台北高雄的这个边际效用的图、哦、比方这个甲呢是对他来说，那我不知道乙效用等于台币啦、哦、这个甲对他来说呢一个月去台北一趟再给他额外增加，这一趟额外增加效用是两万，那这个呢第二张呢是六千，第三张呢、哦、变成是第三次呢变成是负一千、哦、变成是负一千。那这个乙呢、哦、他每个月呢去台北、哦、去台北一次呢、哦、没有到两万啦、啊欸、不过到一万五啦、哦、到一万五、啊、第二次呢三千，第三次呢负三千。那这个丙呢第一次是一万，第二次两千，第三次是负五千。哦，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哦、每个人的边际效用都是递减的，然后呢不同的人呢边际效用都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如果今天呢高铁的票价呢是怎么样两万块的时候呢，哦，两万块或是低于两万块的时候呢，这个甲呢他就会去买了、哦、他就会去买了嘛，他去一趟，去第一趟带给他的爽度，多增加的爽度会从零到两万啊，成本呢如果低于两万呢他就会买了嘛，可是也就只有他会买，整个市场也就只有他一个人会买啊。如果降到一万五的时候呢，甲会不会买？会，他会买一张。那乙呢一万五的时候呢刚好是 critical point、哦、刚好是 critical point、哦、一万五的时候呢比他稍微低一点呢，这个乙就会去买、哦、这个乙就会去买啊。可是呢就甲跟乙会去买啊。再降到一万呢，哦，甲会不会买？会哦，他还是会去买嘛。对，降到一万的时候呢，他如果要追求边际，他如果要追求总效用最大，他买零张哦，没有效用也没有花钱，所以是零，买一张得到的爽度是两万，扣掉这个价钱一万哦，所以他会买一张。他会不会买两张？不会。他买两张的话呢，带给他的总爽度是两万加上六千，两万六千，成本如果价格是一万的时候呢，扣掉两万，那就只有六千啊。买一张呢？总爽度是两万减掉一万是一万嘛，所以他会买一张，所以甲会去买。那乙呢？乙也会去买哦，乙也会去买嘛。一万块钱的时候呢，哦，买一张总爽度是一万五哦，哎，边际效也是一万五，因为你只有买一张哦，所以他会买一张。会不会买两张？不会哦，买两张总爽度是一万五加三千等于一万八，花的钱是两万，哎，还是负的呢，真不好。买一张呢是至少是正的五千，所以他会买一张。咦，丙会不会买？刚好是 critical point， 稍微低一点他就会去买了。他买这一张呢，他带给他的爽度是一万，所以他最低他什么最高最高不是最低 sorry 最高最高愿意付的钱也是一万块、哦、也是一万块，所以呢稍微低一点点他就会觉得，哎，我花这个钱呢至少是值得的，对不对？如果买零张的话呢，总爽度是零嘛，你没有得到效用啊，可是你也没有花到钱是零啊。买一张的话呢，你会得到效用一万，花的钱呢是一万，稍微低一点点就会变成是正的，那所以丙也会去买。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万块的时候呢，只有甲一个人会去买，一万块五千的时候呢，甲会买，乙会买，一万块的时候呢，甲乙丙三个都会买啊。再继续 下降呢，降到六千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比六千稍微低一点点的时候呢，哎，甲就会买两张了。哦，我们再算一次，甲如果在六千块钱的时候呢，六千块钱的时候呢，甲买一张，总爽度是两万，成本是六千，哦，所以得到的爽的程度呢是两万减掉六千，六千是他买去台北的成本嘛，所以是一万四，一万四。啊，买两张的时候呢，两万加上六千，两万六，再扣掉两张票一万二，啊，所以是多少？一万四，哦，一万四。所以如果比六千稍微低一点点的时候呢，他就会买两张，哦，他就会买两张，就会比一万四还要来的大了，哦，就会比一万四还要来的大，所以比六千多一点点，他就会买两张。那乙呢，还是买一张，哦，因为他买第二张的时候呢，额外增加的，哦，我们说这个叫边际效用，额外增加的爽度只有三千，哦，啊，成本呢是六千，所以每盒，哦，他会买一张。那丙呢，一样买一张，所以以此类推，等到三千块的时候呢，甲还是两张，乙呢就会开始在想说他要不要去台北两次了，哦，丙呢还是一次。那两千块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甲买两张，乙买两张，丙买两张，哦，所以你看到
当价格下跌的时候呢，哦，这个整个市场假设只有三个人，甲、乙、丙三个人呢，哦，他们买这个服务高雄、台北高铁往返的服务呢，当价格下降的时候呢，他们买的那个整个市场呢，对这个服务的这个需求量呢，就会增加，哦，就会增加，哦，就会增加。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可以把这个呢，这个图呢，把它全部都并在一起，哦，并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到，哦，在市场上呢，哦，有一个人。哦，他对一张高铁票呢，哦，某有一个人，这个是甲，他对第一张高铁票呢，这个边际效用买这样一张高铁票呢，带给他额外的爽度是2万，哦，2万。然后呢，我们说乙呢是15000，哈，然后我们把这个他们的这个每个人的边际效用呢，由高到低把它排在一起。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前面讲2万以上的时候需求量是0，2万的时候需求量是1，15000的时候需求量是2，10000的时候需求量是3，6000的时候需求量是4，3000的时候是5，2000的时候是6，把它拼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负斜率的需求线。如果市场上只有三个人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东西像楼梯一样。可是呢，如果市场这个市场上呢不会只有甲、乙、丙三个人，是很多很多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楼梯呢。哦，这个楼梯的这个锯齿呢，慢慢慢慢的会缩小，到最后就会变得像一个需求线一样。哦，这个就是整个市场的需求线。哦，整个市场需求线。好，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我是中山气管设计员，我们下次见。